做泰国安全球热爱生命种种，今年颁发本两个数据残缺的复杂，虽然分别设为一级数、老一级局，也都汹涌去跳出来明年的预算。同时，美国的行业当然唔好讲困难，我勇敢地请出自家的路。林默琴坐伫顶个档，伫舞台来来去去，听得音乐上网表演。虽然耳边出到骨牙，失寸一级脚。不过就算无会做脚，林默琴还是做得尽力，勇敢跳出两粒跟女神。告诉我自己，16岁得骨癌就是，人生最大的挫折。那我相信物极必反，那个是人生跌到最谷底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常常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，我都会逆向思考，然后给自己一些信心，让自己有一些勇气，可以去克服这样的一个挫折。出来电视，白白向下跳跃团双人舞，63年三皮脚，大皮多动好，汹涌由身体中央的王素桥，大块松树的世界，还是散发出痴心老迷离，记得突破肢体障碍，希望做的鼓励很靠多给你。不要把自己的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黑暗面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头，你要适时的去把它释放，向外面说出来。林默琴老王素桥将会到美国演出，一部韩卡电影的，所以不用太梦想，生命向下充实精彩。下个新闻七分之翻车影台北报道。关心天气，天公爷台湾。